财神赐福，大发横财。转眼已经回到了四月底，每到月底的时候都会有一匹黑马横空出现，虽然前面的运势不怎么样，但是在月底的时候却能够来个大逆转，月底赚的钱比一个月赚的还要多。下面我们就一起看看哪些生肖在四月底的时候会财源不断，得到财神老爷的赐福吧。横财多多，生肖蛇，属蛇的朋友办事坚强，积极乐观，为人爽直。早期一段时间，监察官有凶星盘根入你，因此不顺心事较多，饱受磨难。四月底财源滚滚起临门，身边喜事逐渐增多，就是顺畅，无忧无虑。另一方面，属蛇人有财神赐福，会有横财出现的迹象，小财不断，生活富足。生肖鼠，四月生肖鼠禄和福德正神，坦白活跃，勇敢风趣，机智多谋，专心一意，勤奋热情慷慨，再加上有贵人入局，会有不错的横财以及偏财来发，财运旺盛。同时属鼠人天生就福气逼人，命里藏财，因此在四月底还会有横财出现，得到财神赐福，多的是赚钱的机会。生肖狗，生肖狗其实是朋友圈中很会赚钱的一个人，大都不愿生活单调乏味，会不断钻研制造调剂品，顺带就把钱赚了。再加上属狗人朋友多交际广，跟人脉者的财富，财源滚滚来。四月底属狗人富贵有余，偏财运旺，赚的钱财比征财还要多，让人见了眼红羡慕。生肖猪，属猪人在本月职场晋升机遇空前利好，再加上小时候就讨人喜欢，才华横溢，喜事不断，运运亨通。同时属猪人还有贵人帮助，可以渡过难关，在四月底还会有一次好运大爆发，尤其财运上会得到一笔意外之财，得到财神老爷的赐福，一路旺到年底，过一个富裕年。这些生肖在四月底的财运爆表，赚钱多多。你有这样的好财运吗？盟主所用配图均来源于网络。